其书画其社蹴鞠，云文云武学习无间，生活是一目两天，做中学学中卷，沙子最小一沙一个世界，粒子最小希望全是无限，两人发挥双效复会，大爱闪过满人间。生命中的不完美，怎么啦？牙痛不是病，痛起来要人命。爷爷牙齿痛啊！哦，要不要去看华大夫啊？没有用，我的牙痛是看不好的，不管怎么样啊，都会痛啊。那如果拔掉的话，还会痛吗？拔掉？哎呦，拔掉就不会痛了，牙齿都没了，还痛什么呀？那您把牙齿拔掉吗？不行啊，牙齿拔掉了就没有了。不会再长了吗？不会了，换了一次牙以后，牙齿掉了都不会再长了，每个人都一样。所以每颗牙齿都要好好的珍惜，就算松动或是疼痛啊，都不能够轻易放弃它。有那么严重吗？牙齿掉了，不但吃东西不方便，还会影响脸型的。你不会懂老年人的心情的。好吧，我本来有糖想问您要不要吃，那我就自己吃好了。你吃吧，爷爷无福消受，只能忍痛放弃了。哎呦，你吃水果，吃水果。有水果？吃什么水果啊？是花果山来的桃子，现在呀是最好吃的季节了。快吃，快吃啊！我记得我喜欢吃这个。我也喜欢。这么好的桃子，想买都买不到呢。这可是人家送的。好好吃，脆脆的。哎，爹啊，怎么不吃啊？我也很想吃啊。爷爷牙齿痛。爹，要不要去找华大夫看一看啊？没有用的，他建议我把牙齿拔掉。那我把它磨成泥再吃好了。我都要吃水果泥了，我不吃。爷，没关系啦，水果泥也很好吃啊。我不要，我不要。我真不懂您啊，您明明很想吃水果泥，也很好吃啊。你是不懂，如果我吃了水果泥，那就是那就是从青春的尾巴脱落。哦，好吧。真脆呀。爷，您不要这样一直看着我好不好？哦。以前嘴巴会这样肿起来吗？不会，从来没有过。啊，这是过敏的症状。你是不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啊？好像没有。爷，你笑我。没有，我是很严肃的。华大夫，他嘴巴肿起来之前啊，吃了桃子。来自花果山脆脆的桃子，好好吃哦。桃子？这么说来，你有可能是对桃子过敏哦。不可能的，桃子那么好吃，我已经吃过那么多次，是不可能过敏的。小栗子啊，这是有可能的。那怎么样才能医好？可能需要慢慢的调养体质，不过最主要的是不能再接触过敏源。不能再接触过敏源是什么意思啊？如果对桃子过敏，就不能再吃桃子了。
小栗子，你这么大声吓死人的。是的，不能再吃了。不能吃要多久？如果过敏，以后都不能再吃了。永远。我想吃桃子哦。哎呀，你被检查出来对桃子过敏，就不能再吃桃子了。再吃啊，嘴巴跟呼吸道啊就会肿起来，又要去给华大夫看了。这应该会好吧？像感冒一样好起来啊。过敏，如果有啊，通常啊就会一直过敏下去，不会像感冒一般的好起来。比较像爷爷牙齿掉了长不回来的感觉啊。还是不太一样吧？我想应该会好。小栗子，你相信爷爷，人生有些困难是没办法克服的，有些状况是没办法改变，只有接受啊。好了，你快回房间去写功课吧，你在这里爷爷都不好意思吃桃子了。为什么您现在又可以吃了？爷爷现在牙齿不痛了。好吧。怎么样啊？这一次啊，比之前更肿了。华大夫不是说不能吃桃子吗？我想试试看，吃习惯了是不是就不会过敏了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儿啊！再吃桃子，引起了严重的过敏反应，可能会致命。致命。哎呀，致命啊，就是可能会死掉的意思啊。真的吗？现在是嘴肿起来了，还能来看华大夫。如果是气管肿起来就惨了，你马上会呼吸不过来啊。那就会致命。都是我的错，不知道怎么搞的，让他拿到了几块吃了。无论如何绝对不能再吃喽。我知道了。我们将举行一个小小的体育竞赛，测验一下这个学期大家锻炼的成果。项目有很多哟，有跳高、跳远、赛跑、蹴鞠、仰卧起坐、伏地挺身、交互蹲跳、金鸡独立，哎呦，真的很多。这是大家列出来想参加的项目，我不知道怎么删减。既然大家都那么热情，就每一项都比吧。那么多项，体育课的时间够吗？感觉不太够的样子。哦，是的，要删也是很为难啊。让我想想啊，这样好了啊，我们全都比，但是每个人只能挑选最想参加的三项来比，这样好不好啊？好，这是个好主意。好，那就请大家在你想参加的项目下写下你的名字。请摩羯将大家完成登记后的名单送到我的书房来，登记完的同学就可以自行下课啦。方丈，我来交单子了。好，放在桌上就可以了。可是小栗子选不出来想比哪三项，他说都不想参加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今天他就这样怪怪的，不爱讲话，对什么都没兴趣。小栗子，你是怎么了？我得了一种医不好的病。你
你生了什么病？我对桃子过敏，从此以后不能吃我最爱吃的桃子。啊，还以为是什么严重的病，只是过敏啊。这跟我们的比赛有什么关系呢？我爷爷说过，人生有些困难是没办法克服的，有些状况是没办法改变。跳远我跳不过汤包，跑步我跑不赢阿福，每一项都不是我最强的，再努力也赢不了。就像是过敏，我再也不能吃桃子了。吃不到桃子真的让你很不开心哦。看来小栗子有些感慨呀。不过你说的对，每个人在某个时刻都会面对自己的极限。我不想有这种感觉。你说的话虽然是爷爷说的，可是我看他每天都是开开心心的，你怎么不一样呢？妈，为什么呢？既然有些事情无法克服，赢不了比赛，何不放下这种不开心，可以把运动的过程当成自己极限的挑战呢？对耶，我也不一定要赢啊。没有了得失心，就能快乐地面对，这就是原因。其实我一开始也想不一定要赢啊。